咬你。不会咬啊。它的嘴巴在这里，只是我们喂它的时候，它的嘴巴才会张开，因为我们要按它才可以感觉到有食物。所以其实通常它们不会开的，这些是它的脚。你要拿它吗？这样轻轻拿，不要拿出水面就好了。OK。可以开你的手指。嗯。这个比较不会爬，所以还好。啊。还滚拍的。你要 slide 吗？我帮你拍。好、oh, ，OK。喂，看这边，喂，看这边。啊，不可以啊。